澡堂啊，我找你一块去喝茶去。嗯，那不了，我今天不想去了。我特地跑这儿来找你的，你非去不可。哎哎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玲玲，你好啊。好，你们怎么到这会儿才来呀？我叫他来，他还不肯来呢。唐先生，你别假正经了，我给你做一个媒不好吗？做媒？什么话？人呢？去打电话去了，一会儿就来。哎呀，今天天气可真热啊。我看是你心里在发热吧。别开玩笑了。哟，谁在用我的扇子呀？老唐，啊，哎哎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哎，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施咪咪小姐。哦，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请坐吧。咪咪，你电话打通了吗？嗯，气死了，大光明的票子都卖完了。美琪的片子也不错呀。我和老周昨天去看的。那你们都看过了，叫我一个人去我可不高兴。哎，老唐啊，你陪他去。我从来不看电影。哦，不过施小姐要去嘛，我当然应该奉陪了。咪咪，你的面子可真不小啊。老周，我们再不走公司要关门了。林林要我陪他去买点东西。哎，好啊，那么你们就先走吧。哟，我才给你们介绍了还不到五分钟你就讨厌我们了。看看看，又来了。好了，我们识相点走吧。再见啊。现在看电影还早吧？嗯，我们还可以坐会儿呢。咖啡。施小姐常看电影吗？我最喜欢看，可是也最怕看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时候看见苦戏就会想起我自己的身世的。哦，唐先生，我的一生真是太不幸了，要是拍成电影谁看的都会哭的。真想不到你这么年轻已经遭遇过许多不幸的事情。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女人吧？哎，不不不不，你太好了。你能不能把你的身世讲一点给我听听？我讲给你听，你可不能讲给别人听啊。那当然了。你一定得给我守秘密，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告诉过第二个人。